秋冬露营玩火，一双好的手套是必需品。这双手套拥有800度的高温隔热效果，手掌是布隆迪硅胶材质，可以防烫、阻燃、隔热7到10秒。碳纤维和类似凯夫拉的材质，耐磨、防刮。在露营的时候，使用烤盘、卡式炉、炭火烧烤的过程中，也不用担心被烫伤。相比这种传统的牛皮大手套，更加柔软和灵活。手套脏了是可以机洗的，家用户外用都很 nice。有3个尺码可以选择，推荐大家备一双。